Hello， 酷的聚会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浩存，也是江小源。我是林一，也是七连。天降奇缘甜蜜地图。天降奇缘任务挑战规则，需要两位嘉宾在25分钟之内抽取并完成6个双人任务，同时完成两人的卧底任务，未完成则需要接受真心话大冒险惩罚。跟开鸡蛋一样。给2033年的江小源或者七连写一句心里话，放到时空胶囊送给对方。哦。第三站，时空胶囊。哇，你写这么多。七连先打开吧。行，你先。我一变。天暖，我读出来吗？还是放在心底？读出来了。啊，天暖了。七连小圆，你们的工作室有天台了吗？越做越好了吗？要快乐哦，比心。想解释一下为什么？因为希望他们的工作室越办越好，然后可以有一个很漂亮的露天的天台，他和蒋博还有齐连可以在上面喝个咖啡休息休息，然后听听夏天的蝉鸣。啊，大家都希望快乐。2023了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对，就是嘻嘻，给你这个表情包配一个嘻嘻，一起展示一下吧。啥也不说了，新年快乐。这看着男孩坏了，都发丑呗。没有，没这意思。嗯，没事，确实是画的丑。任务成功。第四站，回应弹幕。祁连为什么这么有钱？怎么看出来了？就是这50、52、51、100的，就是确定吗？你西装多呀。哦，就是家里就只有西装了。对。祁连到底喜欢江小源哪一点？喜欢京剧。嗯。西装暴徒打。特别的。喜欢人倔强哈，对呀、啊，西装暴徒打架也太帅了吧，疼不？确实挺疼。都有一场就是那个在一条街上，有那个骑摩托车的人把他的包抢走，我从一个台子上跳下来，对，就那样骑，我的脚很痛。对。江小源什么时候喜欢祁连的？分两个时候，一个是高中时期喜欢的祁连，一个是洗头喜欢的祁连，算吗？不吧，我觉得应该有三个时候。那三个时候，那我就不止三个时候了。就是高中的时候，然后2018的江小源和2025的江小源。我2025的江小源那么好奇，喜欢你什么？你喜欢你什么？啊，大家说他不喜欢祁连，好的，开个玩笑啊。他给他介绍工作，还给他51、200的，他竟然不喜欢他。好的，开玩笑，别往心里去。想知道你好香啊，是临时的发挥吗？是，
对，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香呗，真香。真香，哎呀。是吗？你是那个祁连的，能感受到祁连的味道。我是在你那个后背上趴着。哦，莫名其妙的，就是你是喷香水了吗？没有，我从来不，也喷，偶尔喷。什么？一堆水果，浩存为什么只吃哈密瓜呀？是不是跟鬼蜜们一起吃瓜呀？嗯，对，冬瓜、西瓜、哈密瓜，不看脱轨，看脱轨你就是聪明瓜。任务成功。最希望追你的人送你何礼物？希望送我。迄今为止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何事？好，太疯了。